Tea。 乔治今天做客服人资料照法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本季与雷霆签下一年约的 P 乔治 Paul George 将在赛季结束后成为自由球员，季末动向谣言不断。对此，威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信誓旦旦表示，那些谣言都会在我们赢得冠军后消失。在 P 乔治加盟雷霆之前，知名记者 Adrian Wojnarowski 就爆料，无论溜马将他交易至哪队，他都不会续约，成为自由球员后只会与湖人签约。雷霆今天将做客湖人，再度兴起话题。不过雷霆一哥威斯布鲁克不并以为意，表示他们将联手拿下冠军并粉碎谣言。周三 P乔治非网络商机之前被问到本季没能加盟湖人是否会感到遗憾，他仅回答没有，没有遗憾，联盟大部分的球员应该都想在家乡打球。